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，因为觉得一次一口气看完才做这个配乐的，然后很开心听到自己的歌，也觉得很感动，就希望给大家多多支持这一部本地很棒的一个电影，然后画面很漂亮，是很真心制作的。我觉得很难忘的是反而是郑国辉，就是因为是本地的一个歌手就出发，然后就变成演员，也是我的师兄，就是同公司。国辉一出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整个有一点小小的就野孩子的感觉，可是他真的演得很好，我觉得他演得很自然，真的是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年代，就那一个感觉是很好的，非常难忘，就是原来他可以演戏演得这么好，那么棒。感到我自己的有两幕，就是第一次就第一首歌就是甜蜜版，其实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，就甜蜜版就是完整版，我觉得第一个版本就甜蜜版我觉得很感动，就一听到我就鸡皮疙瘩都起了，然后最后一幕的那个歌在播出的时候就很感动，因为觉得很伤感。